晚上好，我这个网好像又有点问题，刚刚卡了半天没开。好，小布自投罗网。小布，妈妈好想你，小布。小布，小布，哎呦，摇手摇手，好咬不？没咬，咬自己。我看你怎么样，哈哈哈哈，好可爱的布江，布江，好想你，布江，我去，我去，好像个小孩儿，小波，哈哈，都打，走你，他现在都不停在我的肩膀上了，一直都有牙齿呀，不然怎么吃饭呀？耳朵上没那么秃了，真的吗？啊哦，又把我的嘚儿给弄掉，已经放不到那个位置。这样了，哎呀，这样吧，谢谢玫瑰花，晚上好，好饿呀，我已经饿得肚子叫了，没吃饭了。我点了那个水果，你们之前不是说那个甘草芒果吗？然后我就点，就是去东车站之前点了一个水果，然后就有那个甘草青芒，但是那个青芒可太青了，太酸了。我前面还去李先生的直播间骗他去吃，可恶，没把他骗着，但骗着了马新月，哈哈哈。越吃越饿，有吗？看我的零的包包，大我一口呢，还没有零的那些周边能放进去。然后之后可以给他配一下，维加大神龙，那不行，那可太多了。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么几个女的，他也不会维加的都做了，哈哈。然后前面在便利店买了两个鸡蛋。本来想买个玉米的，结果没有了，我就点了个外卖。好想吃那个糯玉米，直播吃个鸡蛋吧。我本来还想着七点要排练的星云，然后还想着说赶回来，结果今天四五点钟才知道大家都要直播，
然后就是要晚一点才排练了，我就不着急回来了。但是想，本来想着在那边直播的，后面想了一下，我还是回来吧，想见小布了，哈哈。茶叶蛋呀，豆茶不？茶叶蛋的蛋黄能给？嗯，好像有点咸，但蛋黄好像还好，让他尝一撮儿行吗？看看能会不会吃。小波，小波，吃的吃的，嗯，好甜了。嗯，别想小哥，吃了，吃了，好吃吗，小哥？小孩子不能吃多，就吃点就行，就吃这条。确实得吃点那个什么蛋黄，我手上还有，我舔掉，哈哈。我小时候贼不喜欢吃蛋黄，从小就是一个健身博主，哈哈。后面长大了之后知道就是蛋黄里面还挺多营养的，之后又开始吃了。可惜就是猫咪不能吃多了，不然的话我可以一直吃鸡蛋，然后把蛋黄给猫咪吃。小的时候是只吃蛋白，蛋黄给家里人吃。我去，狗子感觉能吃很多蛋黄。嗯，被喂的，那你应该头发很多。我去，小布这么小几撮的还在吃好久。吃的好香啊，小布，想给你们看了。给你们看看，嗯，看，啊，吃的很开心。小波，小波，嗯，别管了，小布呀。哎我去，好，让他让孩子吃吧，我也吃点，等会儿可能会有个电话过来，我那个玉米直播完了再去拿，再吃。对啊，拍海边嘛。在哪就不说啦，反正不是在广州。然后我发了一个那个我的口袋发的那个 GNZ40 那个沙滩上写字那个，然后发了个朋友圈，然后大家都来问这是哪儿，我统一回复夏威夷。然后马新月回复说别听他的，这里是泰国。吴雨飞还很正经的说：“这是哪里？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”
冷啊，其实不只是海边冷，我感觉回来我出地铁也很冷，还好我穿得多。当时我们刚到扎山，大家问我和李珊珊要不要涂防晒，我说你看我们这全身上下哪里有晒着的地方。对啊，广州没有那个沙滩嘛。肯定是要考虑出片率的嘛。他好神，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很多拍婚纱照的，他说他想去跟人家新娘子合照。这是出演哪一个戏嘛？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做那个预习吗？卢静找我连麦干嘛呀？米老鼠，不，我在那个模仿那个抖音主播松了宝宝。你演戏演全套啊，是不是还有跳舞的那种啊？跳的好吧。你那别笑场别笑场，看一个完整的，看一个完整的，快买个东西大师的音乐。有啊，放着呢，没听到，太小声了。这么氛围光啊，加一下我的粉丝团吧，对面主播。PK。 PK 你开加一份，感谢送的啊火箭输的。我也给你输的，输的那个什么，输的做什么好呢？谢谢奶茶。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谢谢那一那就润了的叶蝶。什么？什么的叶蝶？什么的叶蝶？他送了一晚上了。什么的叶蝶？我再听一听，再送一个。我没听着，真没听着。闹一闹闹闹闹的叶蝶。闹闹。真的是这个 ID 吗？我不信。真的我不信。谢谢闹一闹。真的来我这儿送的叶蝶。我才能确定。有啊。你错过啦宝宝。闹就什么了？闹就。哎呀，你看你把人家弄的，我去把屋弄来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我去，他这个光，我去，平时在干嘛？他，我请问一下对面主播的粉丝们，请问他平时就这样吗？什么？还是说只有今天精神不？来交友了。快看快看你的呜呜哥哥，看看你呜呜哥哥，看看你当然拉拉弟弟拉啊。哇，看看拉拉弟弟哟，亲一口，来亲一口快。哎呦他打你。没礼貌没礼貌，小布小拉，你这叫小布。哎呀，你看他看不下去了啊。下线了下线了，拉拉不行啊，拉拉什么不行？闹闹你平时在，谢谢那一闹就是的夜蝶。谢谢，
哇哦，老板讲，哇，别忘了一晚上了。歇一晚上。你每一次都歇吗？没礼貌不歇，这不得歇。我觉得我听到了，是我的，怎么呢？你的好朋友。你以前的好朋友什么？拜拜，听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，拉拉，拜拜，我拜拜，哎呦，没电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给你酒，哎呀，他不给，给你酒。他不可能给你走，他们说我像80后。我有急事先走了，我有急事先走了。小不真是怎么回事呢？刚回来的时候他还挺欢迎我的，肯定是因为闹闹乱说，怎么能叫人家拉拉呢？人家是小布，最多叫布布。学什么不好学，刘丽飞叫拉拉。他一定要这个叠词吗？他一定要这个叠词吗？他一定要叠拉吗？搜搜拉行不行？酷酷，哎，别说，我对他取名，就是除了想叫他小布以外，想还可以觉得可以叫他小酷，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人家在叫小布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太酷啦！对啊，小酷就是小帅酷一个人。哎，被闹闹惊呆也不是这一两天的事儿了。叫嘛？人家叫 Black。人家叫布拉克，叫小布。从前有个小猫，它叫小布。哎，滚！我和小布的结合，名字的结合，这个。行，我要举报你们造谣小布。要是对小布造成了心理阴影，你们要付出心理损失费。哎，别说啊，我今天在路上，我的 B 站首页一直在给我就是推的视频，我看到我都震惊了，我说我都在想，有过这段时间。
他们的以前我从未了解过。平时没有看啥，在追动画呢。我不会去专门的搜，但是他就是会给我推到首页，肯定是因为你们是我的 B 站粉丝，然后你们平时会看的东西他给我推过来了。不是没可能，我平时真不搜索这种东西。我最多自搜一下，但是也很久没有那种剪辑视频了，就是像是那种记录仪，我的视频都是那种记录仪录屏。就像是在就是一堆史官在记录历史。别的还真没啥，可能最多就是那种直播那种经典片段，爆笑片段。最多，不过也是物料比较少啦。我觉得这种剪辑视频的话，一般就是那种，算了，不分析了，不会分析。关爱情，看你到什么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产出了。哎，等会直播完了，等会儿赶紧把今天照片 P 一下发出来。我连我的文案都想好了，我的文案是《老人与海》。到时候看，关注一下。李珊珊已经把我拍他那几张照片给买断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打算用什么来买断。他说就算我们之后吵架，我也不能把原图发出来。用他的话来讲，就是再往旁边多裁一厘米都是事故。不是崩图，是反正就是事故。不是表情包。反正多裁了的话就没有那么唯美了，那个画面。开战也不至于。反正就是他现在发出来的照片很好看，但是如果说多裁一厘米的话，就破坏了那个氛围。我感觉在海边拍照很容易拍出那种很有氛围的照片。对，小布在玩他那个玩具，他好爱玩那个玩具。蛋黄都没吃干净。哎，确实，头发糊一脸，然后。我们就避免那种糊一脸那种照片嘛，
然后我们就迎着风拍，迎着风拍直接整个头变成大背头，我都不知道怎么 P。 我觉得我给小马还是拍 我给他倒是拍了几张还不错的，他给我拍出来的哦，真的是随便随便拍拍啊。再也不让小马拍了，可恶，十斤花椒都顶不住。小八给他跑跑酷个呢，有什么好玩的，把自己勒住了，咬我，反手就给你。又穿成袈裟了，你看。咦，按住，按住，按住他去，他就乖了。方丈，不方丈，不方丈，说你夹呢，他们听到没？他们说你夹，小夹布，那衣服穿穿好，怎么回事呢？啊？衣服不穿了啊！哎，伸出来！哎，对了嘛，小夹布，肚皮的笑脸，耶！Happy Happy Happy， 快唱！你怎么不唱啊？可是不是唱得很开心吗？ Happ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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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， 赶紧把它按住。呜呼啊呼啊呼，哇爆爆爆爆，眼睛像吗？我今天这个美瞳戴直径戴大了，还没有的。小布快跟大家看看像吗，赶紧把屁股拖出来，马上啊！哎呦，把他按住，他就认怂了。我去哪里？好，按住！拍拍屁股。哇哇，小跑！啊，小跑！才不让你好，亲生的，我去，无痛当吧，我现在都还不会提小布的那个后颈，很怕把它提痛，现在再不提，长大了更提不了了。钱包痛啊！哎，算了，我真不敢提，他们提的就很干脆，我真不敢提。爸爸他弄痛，不提，我抱，抱抱抱小布。哦哦哦，无痛无痛的吗？
是啊，小波脖子好细，皮还挺厚的。我去，给他捏葫芦了，怎么了？舒服了？能啊，能包住，超细。算了，现在不整他。话说你们知道吗？今天这个醉驾拍档的直播，我还是昨天听成员说才知道的，然后今天 staff 才通知，在7点钟的时候通知，离不离谱吧？你说，当时听成员说是他们看到了 SH 那边发这个通知。都就是发那个微博了。不过这次还弄得挺好的，就是复活赛的前十前八也能去那个拍档大会。虽然我不知道拍档大会是什么，我反正那天我要那个青春时刻呢，就是可恶，有一个节目本来想着说，就是我张润、杨若曦、吴亦菲四个人一起演出，一起唱一首歌，但现在可能其他三个都不在，有这个可能。对。可能就是因为有拍档大会，其他人没有选这一天，就可能有人会觉得哦，可能这一天大家都去看拍档大会了。可是我又在想，哎，那万一别人看拍档大会看到一半，哎，想看看别的呢？反正有周六场可以选，肯定选周六场。先不管别人能不能看，会不会来看，起码就保证制片人能方便来看吗？唯一周六，反正是当时剩下的档期里面唯一的周六。就是可能那个节目，我得想个更好的方案了。不知道哪些人在。感觉到时候公演都没几个人跳吧，感觉意识到了一个更离谱的事情。铁变成联合。主要是自己想做的那种舞台得再找找人，想本来想那个四人舞台就想就是同期生，但也没有那么同期啊，就是说辈分期数比较接近的那种 N3 小后辈的感觉。虽然说吴亦菲和杨若曦去别的队了，铁联合，就是这边带一几个，那边带一几个，这种。哎，小布好可爱啊！把它按住了之后，它开始呼噜噜，开始犯困了。脑颅的手艺可以吧？不走，哎，开始咬我，咬我，变成了舔我。好，你刷个夜蝶就去找。
小布提好好啊。甜甜甜，甜不？甜不？差不多。播到十点吧。然后我几点播的？九点半。我记得是十点多要去排练。竟然是甜系，其实就是给他伺候舒服了，他才变甜系。九点十分 ，OK， 好吧。那我得是去排练，等我还得修修图发微博呢。小波，小布的耳朵开始长毛毛喽，终于没那么秃了哦。我今天都还没补觉呢，今天回来，就今天一路上也没有。本来想在那个动车上睡一会儿嘛，然后太刺眼了那个光，就是去那边的路上。太刺眼了，我把衬衫就是脱下来，然后整个把自己蒙住。但还是没睡着，但是我觉得闭上眼睛总比睁着眼睛好一点。是的，铁石。就排得很晚。昨天确实没睡很久，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睡到五个小时。应该有四个多小时吗？已经开始。就是会很像小布不在房间的时候，每天什么安排一整天的排练。没有哪天休息，没有哪天可以放 free。啊，周五啊，还真是。周四还是周五，他们几个的那个演出都得彩排了。彩排我都还赶场子，去完剧场，然后转场去 mini live 那边。好在是昨晚上熬夜把带跳舞的给拍了，虽然还是感觉没有记住。星云那天拍的东西我感觉我也没有记住。这段时间每个人都是老母，我找不着不忙的人，这个太这个太吧，这个广吧。怎么还有项链呢？擦边猫猫，擦边小布，有项链。嗯，来转正面给大家看看，擦边猫。看到没？来着。
勾住，各种勾。转到正面来，还让你转正面，不是让你躺下。你看，我去，擦边猫，擦边小猫，剪啦，剪了它也很容易长长的，又得剪了。安然都帮它剪了两次了，很长很快的小猫咪。小布现在越长越像猫了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这个形容词，就是长得很像猫，长得很标志。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鼻子，很多那种成年猫它鼻子就是很标志，很鼻子，很猫。好玩不小布？小布猫，小布猫，对，之前像鼠鼠，哎呀呀，小夹子，小夹子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他还在舔舞，好可爱啊，小布。小布很喜欢这样被拍拍，是不是啊，小布？天生反骨，来，又又又又疼了，疼疼疼疼疼，好好好。好，按住，又甜了。其实他是不是想舔自己？他不会的。小宝宝，小宝宝，啊，这样我学了一下，就怎么抱猫猫，拖住，让它的双手搭在你的肩上，好像小孩子。又变假了，真的。给妈妈看看，没有，我真有。小坏兔，没有。小夹子，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来救你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他已经名列结束了。我们小布真是在房间的时候嫌他皮，
离开房间的时候又想他。舌头控有越说越奇怪呢。OK， 行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. 我要下喽。哎，跟你们说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打算开启这个业务，买一个那个初音未来的那个乐器，就是嘴巴可以张的那个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想电音蝌蚪，好像是叫这个名字。开启这个业务，大家可以点歌，让初音未来给你吹一首。对，要去排练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哈，多有意思啊！初音未来给你吹曲子喽。虽然感觉就是已经是玩过时的了，但我还一次没玩过呢。可以开启新业务，好了，走啦！2023我方面，2023-39感谢金，拜拜。谢谢小颗粒，拜拜拜拜。